小的甜蜜，好漂亮。什么太太分离？上三十几岁的男人，我跟你说，他一发烧起来啊！娇娇，小娇娇，起床了没有？早上去买了一条大鱼回来，起床了。耶、yeah, ，小娇娇，早上好啊！是没吐的啊，大早。我今天特意去买了一条大鱼，等一下就煮给你吃早餐。你就不能大包一点的大爷吗？这一点不够我塞牙缝。这个已经够大了呀，人洗漱啊，等一下弄早餐给你吃吧，等一下你下来吧。好。嗯。要有爱心早餐是吗？必须爱心的啊，等你啊。走，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。哎呀，浪漫的地方。你去了就知道了，我们一起去。带这个鱼去吗？必须啊，我们两个一起分享这条鱼啊。这条鱼不够我塞牙缝，分享。到时候你就别吃了，我一定再买一个鱼再来。咦，拜拜。哪里了？跟你的闺蜜。拿我们的包，拿我们的钻石，拿我们的鱼。走了。你看你这女人，你真的是肠子一呼你就下来了。想吃泡妞都不用成本的吗？你看包也用我的，爱情这东西，大钻大钻也用我的，花也用我的。爱情这东西是无价的啊！你们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爱情呢？好好说，拿来，好好说，拿来。叔啊，把我的鱼拿来，你都。对啊，阿叔拿这个去。泡妞，阿姨，跟他讲意思吗？啊，跟他省，跟他省，吃了吧？没讲啊？没发奖。拜拜，拜拜先，拜拜。拜拜啊！拿我鱼来，你说。拜拜。他妈，这什么表情啊？来，帮拿着啊。还好，大哥。啊，还坐车去吗？坐车呀、啊。坐车去吗？浪漫的地方都是有点。有点可观。通往幸福的道路，一般都是有点石头的啊。你还没开始走嘞。好像花儿开在春。在春风里，在小娇娇，准备拐弯了吧？要坐好了吧？我准备要刹车了。等一下，车子爆胎了。拐弯了、哦。妈呀！坐好不好？你如果不会停下来，我来。哎呀！我给大家发鲤鱼啊！洗了没有？强子，煮好了没有？马上！快点，怎么那么慢呢？哈哈，哎，爸，
吃了饺。小娇娇，哎，好了吧？好了。嗯。哟。坐这边吧，你坐哪边？坐这边吧，比较正一点。来。对吧？嗯。这为什么他背对着我呢？这个雨也太大了吧，幸福吗？爱心早餐。